神力拉提呢，是美国跟台湾 PDO 合法的脸部拉提线，它的治疗时间呢比较短暂，而且呢可以立即达到 V 脸的效果，恢复期也比较短哦。市面上很多标榜在脸部的拉提线呢，其实都只是缝合线，在脸部上使用呢其实是不合法的，而且它的治疗时间比较长，恢复期也比较久。我所选择的神力拉提呢已经一年了，还是相当的紧致哦。治疗前呢一定要好好确认外盒跟履带上面的原厂雷射标，还有扫 QR code 确认是不是跟你的诊所名字相同，以及呢有没有原厂认证的诊所证书，才能够确保你的安全跟有效哦。我是曾婉婷，用神力拉提拉紧 V 脸的完美距离。